聪明的逻辑正处在一个那个工作的状态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启动设备前，先要这里边注入水，然后这个是出水口，然后先把这个水都通进去，再开这个真空泵。真空泵产生一个噪音的话，就是这个代表这个到达一个那个极致的状态了。这个是预热罐，然后就是使蜂蜜均匀受热的。这个是一个搅拌电机，这上面有一个滤网，但是现在不在。然后这下面是蜂蜜，在这里边预热过之后，然后抽过真空后可以直接抽到这浓缩罐里边。这个是细滤，细滤的话是过那个蜂蜜更细小的杂质。然后咱们看一下这罐体里边的情况是什么情况。现在可以明显看到这里边的蜂蜜产生一个沸腾的状况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蜂蜜正在那个进行浓缩的过程。你看这里面翻滚的气泡，像那个上面那个刻度尺68，是那个毫，是那个升，等到时候浓缩完之后，然后先把这个打开，这个是进气口，让内部的那个气压与外界成那个正比，然后再打开这个，然后把蜂蜜放出来就可以了。整体操作流程就是这样。